新北幼儿园胃药风波持续延烧，日前已有八名孩童验血验出巴比妥的微量反应，其中有一人体内残留的巴比妥最高大约3到3.5。不过卫生局表示，属于微量，并没有立即性的危险。总共26名儿童完成看诊进行尿液检验，首批14位结果出炉都是阴性。24位的检测结果全部都是阴性。明天陆陆续续来台北医院的，我们后面会有一些结果，我们出来我们也会再跟大家报告。执行长强调，如果尿液检测出现阳性，才会再进一步定量检查体内残留药剂的量。不过其实87通电话咨询里头，有20通电话都在询问是否可以进行毛发检测，因为家长担心时间一长，只验尿恐怕不太准。譬如说血液通常它代谢会比较快嘛，所以通常大概可能差不多3天左右，可能你就验不到了。当然尿液的话会比较久，它可能可以看到20到30天。那毛发的话，它可以理论上可能可以看到3到6个月。但是全台只有3个地方有提供毛发检验，包含荣总、中山医学大学，还有法务部。我不会，没有办法，没有这个能力。他们要验毛发的医院，我们会把这个资讯，因为这个是新北市，到时候会提供给新北市这边来参考。幼儿园喂药事件引起家长恐慌，都希望能详细检验真相，水落石出。三立新闻李维翁、嘉宇新北采访报道。